从11月1号到2014年1月1号之前，京广高铁部分列车的商务座、特等座、一等座将实行打折优惠，预售期不同，打折幅度不一。具体是在预售期1到5天内实行8.5折优惠，在预售期6到20天内实行8折优惠。这也是2013年铁路部门第3次宣布高铁车票打折。